接着带你关心，国发会希望将台北市花博园区打造成国际创新创业园区，吸引国际创投来台，但是呢，却一度和台北市瞧不拢。晚间，国发会主委管中闵再度和柯文哲见面，双方终于达成共识，确定要将创新创业园区设在圆山花博公园。因为花博公园会馆靠近捷运站，加上目前附近已经有好几间的创业公司，未来如果要举行会议，花博会馆的场地就能够提供相关使用。不过这个合作案一波三折，因为北市府原本希望将花博打造成文创园区，而不是创新创业园区，经过几番讨论才有共识。管中闵也特别感谢柯文哲的肯定和支持，而迁址计划预定会在年底之前完成。